怎么又生气了？你说呢？我今天问你什么安排，你怎么回答我的？我说随便啊。那是去哪儿啊？随便啊。吃啥呀？随便。那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？想啊。那你对今天的安排有什么想法没？有啊。嗯？随便啊。我让你回答 yes or no， 你给我来个 no。 你生气我了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样显得我多听话，你多有家庭地位啊。不是，你到底懂不懂女孩子啊？女孩子喜欢被安排，霸道一点，跟霸道总裁一样。你看你平时在家里又让我听你话，现在又让我像霸道总裁一样安排你，你这不是又当又立吗？行，随便是吧？那你情人节随便找个人过呗。那不行，我要情人节随便找个人过，这个礼物给谁呀、啊？这是罗嘎玫瑰常青藤系列，还是汤唯同款星印礼盒呢？孔雀石的纹理，高级又显气质，搭配耳饰，嘎嘎显白，而且常青藤寓意青春不朽，爱意长存呢。你看我这么精心准备的礼物，这回不随便了吧？好好看，既然你那么用心给我准备礼物，那我今晚在家给你做大餐怎么样？行啊。那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吗？随便。随便随便，想你们就要是这样的啊，随便。你看又鸟叫，我又听不懂。抖音。